爸爸在修门啊，以后还要增加一个副业，就是修纸门。啊，没有，我问你问题，你为什么要把门弄破？你买这样一卷多少钱？八百八哦。你说20×20，就是22尺。为什么是22尺？你是量过？没有，他说我到那边我看他的门，我说比他门小一点，然后我跟他讲说我有这边的背面，然后他就说14尺嘛，但是他说怕你那个墙宽要多留一点，因为你要把它剪掉啊。后来因为我担心说万一我整个失败了，可能要请其他人来粘，所以我就多买了一面。哦，你多买一面。然后他就说那就多留一点点空间，因为你多留了你就用剪的，你就不需要在一开始就是整个对齐这样子会比较好多一点。然后他说这个我问我爸，他说这个东西啊可以直接粘，但是如果你怕你粘不好的话，你可以底下喷我结，它就比较滑滑的，但是呢它就比较久才会干掉。哦，那你觉得嘞？你觉得我们会一次粘的好吗？我有问你，就给我。不是啊，我们两个一人可能拉一边。那我就不知道你的功力在哪里，你可不可以啊？我就把它先剪剪一块下。可是它要顺着粘哦，它一定要从上面这样慢慢顺着粘下去。嗯，我知道啊，他们以前好像这样，但就是你摸嘛，然后我拉着。对，就这样子。怎么样让门起死回生？这门太烂了，那我们要把门变回正常的门。可是我们没有隔音的泡棉，不然我想把它塞进去。没有啊，你有买吗？这门实在有点大差。他也没有照线剪，你看，他只是就他从这里开始转，因为他会多剪一些这样子。那我这边我就留多一点吗？我觉得上面要包一点。你说把整个这样包过去？就是这上面要包一点。你底下要包进去吗？你那宽度可以包进去吗？一定够包进去啊！你要把这包也包进去也是 OK。好啊，那我把它包进去啊。那你那边再拿过去一点。哎，没有，那边是上面。这边吗？啊，那边是上面。是吗？门是这样压的啊，你门不是这样上去啊，这样往下压。所以这边是上面。对，那边是上面，所以你那边要多一点。这边少一点，那边就是直接包上。我觉得分两个部分贴啊，就这个部分一面嘛。那我们或者这样子，我们先贴另外一面，然后我们从这样子，从上面这样倒过来嘛，要包过去，然后粘过来。然后因为这边是门里面嘛，比较看不到，所以另外一面就从这边往下这样粘过去。反正粘的比较丑的都在那边，啊，看到时候要不要部分粘起来这样子，啊，不要粘起来，基本上我们把它剪掉这样子。好。把这部分先粘起来。这个门还是没有胶带胶，我拿树脂把这里粘起来。然后它中间我们把那个银色胶条撕掉，发现原来它是合成板。以前中间还会钉木头，就像这有一条，这有一条，这有一条。因为我看我以前我爸在做的时候，里面是一条一条的木头这样子。啊，这个里面都没有木头哎，只有纸板而已。天哪，纸做成的门。来来，帮忙把那个木板搭起来，让爸爸粘。扶着门，让门不要动，让门不要动。对，姐姐你要扶好哦，把它再上白胶。哎，姐妹妹，你要让门不要动哦。姐姐，你要小心，不要撞到爸爸的头哦。爸爸，你用的是什么？白胶。白胶。白胶就是拿来粘木头啊，粘纸的啊。哎，爸爸，你这样粘，你手不会被木头刺到吗？它里面没有粗粗的。比较难。啊？破。真的，先破了。干嘛？真的太烂了，只是一点点用力，它又破了。连我女儿都可以，你都可以空手把它劈两段。哈哈以后坏掉，已经有足够材料可以修的。哇，姐姐好厉害，一下就把门弄破了。哈一下子就裂一个缝。姐姐好的不学，学坏的，把门弄破干什么？所以她现在贴合不了。那粘胶怎么办？你觉得粘胶一直放在那？不能哦。里面内藏，不行了，不要乱乱乱讲。你说随便乱听的话好吗？你看一下啦，妈咪跟着粘的。你好，我这次讲这个不用。
你把它拿卫生纸把它擦掉，或者拿那个湿纸巾把它擦掉。baby， 爸爸手也是脏脏的，给爸爸一个湿纸巾。嗯，我现在还不用，因为白胶它干了，它变透明的，所以我把它放，看能不能填进去。爸爸在修门啊，以后还要增加一个副业，就是修纸门。啊，没有，我问你问题，你为什么要把门弄破？因为我就想偷懒。你想偷懒？好好好，换姐姐，换姐姐。姐姐，你为什么要把门弄破？因为几个小矮人说他想要去。啊，讲不出来。你刚刚是不是很容易就把门弄破，对不对？那个洞是你用的啊，你说你为什么？因为我说了吃60万木材，然后你就变成无敌铁金刚，打一打然后就破了。你根本没打就破了。然后我做完这个，然后吓了一跳，就去跟小矮人去上厕所。然后我直接用吹风机吹一下。好，那没有演吹风机了，开始。我跟你讲，你等一下对准这边，好，我要对准哦，吼，不要歪掉哦，然后我这边也会拉好哦。把屁股也压。啊，你帮我压这边，要压紧这边哦。我这边是拿把椅子垫的。歪掉了，那你又没有拿到头啊？那怎么办？我拔起来啊 ，OK 吗 ？OK。我现在要量这个长度，然后需要一个人帮我。接过来。是要精准哦，不然拆了就没了。不会不会，他只是先帮你拿。你先压着，等一下妈妈就过去，不能动哦。可以吗？我应该不需要画的太多，因为等一下用剪切的。OK， 我这边先剪。对啊，不用理他，不用理他，因为等一下我们是就是把它剪开这样子，因为上下都有一点边呐、啊。我们这个剪刀是比较特殊的剪刀，爸爸要出手了。来，看一下这边。裂缝到哪里？裂缝最长到这边嘛，所以我们靠着这金边嘛。你要不要靠这边？靠哪边？靠这边。靠这边。靠这边。出来，对，因为你就像金边这边一点点还好，是这样子很稳。可是这边是比较不稳的哦，这边因为裂缝可能比较多一点。没关系，这样子比较不会受伤。那你捏，反正你可以多留一点啊，反正对这边嘛。对，对这边。来，给大家看一下。来，完了，完了。哎、欸，其实非常的黏呢，我大概手摸了一下。吃起来是这样，其实还蛮厚的。你上面有对齐吗？有对齐哦。那边上面可能也要顺便一起压，非常的黏，因为我们没有喷那个叫什么稳洁啦，因为通常稳洁会加点水，然后它这样黏下去，纵使一开始没有黏好，它比较容易移动。但是呢，它可能要等它干，就要等比较久。那、啊、像这样，可能一黏上去，马上就 game over 这样子。知道，黏坏掉也是 game over 这样子。哎，这个为什么这边歪了？就是你黏歪啦。可是我这边是正的、啊，你自己看。那就可能这门板就是歪的、啊。怎么办？歪很多吗？要不要摸摸看？歪了就歪了，不能说怎么办？那你看我上面没有粘错啊？有了，你这边粘的里面一点，怎么办？就一直把它粘下去啊。那我们再重粘是？它这个粘下来就没有了呢，就很难粘了。我不能不跟你保证，完全不能粘，脱掉。算了，那我们去粘。我会怕。你就尽量往这边推，你那边尽量推过来。完成了这个门，看起来很棒，看不出来，除非灯光照下来。好感动哦，完成了门。你这样这个门花了几个小时完工？其实蛮快，但是我们要等胶干。然后我们还剩下还不少。对啊，你买太多了，我们才用一面而已。这毕竟只是门。孩子，喜欢我的频道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。那你要解释为什么门发生什么事吗？因为门不小心就普通工，然后我们就发现原来是做的。什么是普通工？哔哔哔。OK， 拜拜。哇，好像全新的。
么办呢？拜托告诉我们嘛。你好像没有停顿耶。拜托。按定的话，我就让一个40岁的老人家侧翻给你看。哎、欸、有哎、欸，有。